大家好哦，小新来了。哦，来订单啦！你好呀，这里是小新的厨房，请问要来点什么？我想点一份牛奶小方。没问题，拜拜。喂，小新市场，我要一桶陷阱牛奶。好的，老板，马上到。老板，牛奶到了。来了来了，为什么你老是要牛奶呢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走你，牛奶到了，准备一些吉利丁片片。加水把它们泡软，放一边，下面开始煮牛奶。全程要用很小很小的火哦，劈柴神。点火。牛奶倒进牛奶杯里面，加一点糖糖，让它变更甜。不停地搅拌，直到糖糖完全融化。牛奶加热到60度左右就好了。把吉利丁片里面的水倒掉。吉利丁片加进牛奶里面，不停地搅啊搅。搅到吉利丁片完全融化，准备三个一样的碗碗，牛奶分别倒进碗碗里，准备一点巧克力豆，再准备一点抹茶粉，巧克力豆倒进牛奶里，搅啊搅，抹茶粉加进牛奶里。搅啊搅，再准备一个方形的容器，你没有看错，这就是柴神的盒子，上面放一层保鲜膜。牛奶倒进来，倒进来，倒进来。这样你就得到了三个颜色的牛奶，把牛奶放进冰箱冷藏一下，现在就得到了三色牛奶布丁。你看 QQ 蛋蛋，把布丁取出来，撕掉保鲜膜，用大刀切成小块，切小块，继续切小块。准备一碗椰乳，
椰蓉倒进大盆盆里，布丁小块倒进来，倒进来，倒进来，让它们裹满椰蓉。当当当当，三色牛奶小方就做好了，每一个都是那么的 Q 弹。嘻嘻，悄悄告诉你们，我刚才已经偷吃了好几块，嫩嫩滑滑，相当美味。不说了，给小姐姐送去了。兄弟们，拜拜。喜欢小新的，给小新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哦。